是一个世外桃源、鸟语花香、绿意盎然的一个住宅，一个你会发现说这个就是你的一个梦想家哈、哦。我一看出去，就看到我们的花园，你又会觉得很 relax， 很 calm。如果你不安全的，你会觉得恐慌吗？不会。所以我们 emphasize， 六层的保安。OnePark 要给你的不是一个房子，而是一间家。那家呢有两大重要的元素，第一个呢就是安全，第二个呢就是材质的问题。那我们很高兴的就是 OnePark 呢，它就荣获了两大这个重要的奖项，一个呢就是 Best Security Award， 就是这个最佳的保全或者是保安的奖项。那另外一个奖项呢就是最佳的材质奖。如果你也想亲身体验这种感觉的话，赶快来 OnePark 吧。哇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吃榴莲，吃水果，在这种园区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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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？普通的话都是后面是一个很肮脏的那种 bad area 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很多人丢垃圾啦，有老鼠啦，肮肮脏脏，很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住的现在那一边呢，后面真的是水沟，那边都有老鼠爬来爬去，哎，这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six tier security。对，最后呢，就是第三个 point 呢，就是那个 building material。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所给的那个material 啊 ，building materials 啊，就是我们会给整个一间家的那个落地门窗啊、窗口啊，还有这个sliding door for 那个 kitchen 啊、kitchen 也是包在里面了。OK， 所以我们跟大家说最重要一点呢。我们一从大门进来，首先我们自己停车的地方那个套已经包完了，进门的时候那个门已经包你包完了，安浪帮你包完了，进来地板那个大砖也是好的宽度已经包完了，厕所里面的砖已经帮你铺到最顶了，已经也包完了，所以这些呢已经帮我省掉了，我不用担心这个钱我还要再出。就是说其实就是整间家呢，我们现在不要讲关灯还是什么，我们就算开小灯我们都会觉得很自然。这个就是它一个 OnePark 这一边呢，就是要给大家接近更加大自然的情况。最重要就是说，它其实距离那个 toll 真的是三分钟，很快，而且它没有那个高速十八弯才可以进到来。Everyone can build a house.But who can build a home? 各位，如果对于我们 IYG Group 的这个 OnePark 有兴趣的朋友呢，赶快